老公，香奈儿的包出新款了。哎，老公，我想要嘛，一点都不贵。多少钱？才35000。什么包35000？上哪儿进去啊？你这么败家呢？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什么都没给我买过，要个包怎么了？还什么都没买过？你失忆了？咱俩结婚这么多年，你买过多少个包了？一要点钱就买包。我不管，我就是想要，买不买吧？不买，不买就离婚。离就离。这个姑娘要求是最低的了，是3室2厅一套房，20万以上的一台车，10万块钱彩礼，要求最低了。我刚才开玩笑呢，别生气啊，小事。我想好了，我觉得一个不想听你说话，没有说话。哎呀，你听我说，一个负责任的男人是不能轻易离婚的，所以说我决定了，不和你离了，这辈子不和你离了。离开点啊！哎呀，那个你说那个包多进来的，咱明天去买。多少钱都不要，多少钱都不买，不要了就离。